机电有不良癖这个，你怎么看？这个就是哈、哦，刚刚讲的、哦，不要爬出一个坑，再掉进另外一个坑。你刚才说他为了要护航这个疫苗的事，他去扯什么实际是中共同路人，这已经够笨了，是吧？你现在扯台积电，我跟你讲，我是台积电高层，一句话就把你轰掉。我说我们台积电不会花十二亿的成本做两亿的产品。今天人家不是打那个打到说有瑕疵的，我是说你这个什么工程费会这么高啊？这才是今天他被打的地方。那当然另外一个才是说，那、啊、你花这么多钱还做不好、啊。他说是这样的，你今天去扯台积电，给、欸、台积电来台湾的护国神山了、啊，所以是这样的。那一句话呢，不要爬出一个坑哦，再掉进另外一个坑啊，这个越扯越大，你知道吗？敌人越来越多。